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左心乌语，我是安东头龟母鱼。 那么先看今天台湾表现啊，今天他他们记，就是说哈，从上上个礼拜礼拜四哈，指数哈创这个历史新高哈，一万六千两百三十八点哦，经过哈连续哈六天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拉回啊，那拉回我想到上个礼拜礼拜五一样，持续性又是重挫，达到这个两百七十七点。那今天这个台股哈，一样随着这个哈，在上个礼拜五这个美股的一个一个下挫哈，早盘哈一度哈是。 哦，形成一个哈开低走低的一个态势哈。那今天这个盘市，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最早盘哈，一度哈指数持续线哈创低哈，来到这个一万五千零八十九点哈。那毕竟我想以这个波段的一个台股哈，历经哈从这个上个礼上上个礼拜四创高之后，这一趟修正拉回哈，我今天已经进入到第七个交易日，等于说我这一趟拉回总共拉回高达这个一千一百四十九点哈一一。 哦，四九点哦，那当然我想在今天哈一度哈创低哈，就是说哦收黑哈，就一度创低哈拉到黑盘的一个后续哈，那当然的话，包括一些权重性的一些个股啊，不管说像我这二三三零台积电啊，二四五四像联发科啊，面板双红，甚至包括哈这个好像这个台塑四宝的一个部分哈，相关的一些全值个股哈。 都已经形成哈全面性的一个哈止稳哈，开始往上哈来走一个反弹哈。那这样子实际上结果大带动今天整个一个盘势哈。哦，今天当然话哈中小型个股会稍微慢一点，因为毕竟哈这个波段的哦这个快速拉回哈，哦这一段等于说从这个十二月二十二号外资哈已经形成连续啊六天的一个大卖哈，哦这连续六天大卖大卖。 高达这个一千五百六十四亿的一个后续啊，那比如说外资这个部分，今天依然哦形成一个哦由卖的一个转买啊，那到今天这个收盘哦，一样持续哦大涨一个哦两百七十一点哦，哦指数哦也终于哦形成一个叫做止稳哈，开始哦要走弹 啊，那毕竟我想针对哈今天这个台股的一个实际上表现状况，等于说我们再从上个礼拜礼拜五的这个节目当中，我针对整个一个哈大盘的这个格局，我想我们在当时就跟各位讲得很清楚这个波段的这个修正拉回哈，拉回啊，这一趟拉回是有这个创高点哦，创高点哦的一个后续的一趟拉回啊，那创高的哦这这个拉回，我讲这个充其量哈。 都是在啊，属于一种叫做消化哈，这个哦已经就是说这一路以来哈都已经涨很多哈，一路一路做一个创高哈。那这个波段我想从十一月二号哈已经足足涨了三千七百五十八点哈，快接近四千点一趟的一个行情哈。那创高哈连续六天这个修正拉回，哇，这个叫充其量哈都是属于一个哈。 获利卖压的一个哈宣泄的一个消化，这个哈获利卖压哈，来造就这个波段，在这一趟拉回啊，那这一趟拉回，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五这个节目当中都跟各位讲很清楚啊，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阶段点，如果说各位哈一路涨一路涨哦，你根本你都不敢买因为每天在做一个创历史新高哈一路涨你不敢买，你反而哈你要趁这个波段哈一修正拉回一千一百多点哈。 那缓而是各位哈，你那个机会点哈，因为毕竟哈，到现阶段为止，台股中线、长线的一个架构哈，多头的一个架构哈，中多长多哈，依然哈没有去做任何改变那站在一个叫长线保护短线的一个立场，等于说哈，短线上哈，包括五日均线、十日均线说它跌破哈，趋势下弯哈，短线上哈。 透过这六天的一个压回哈，短线上有转空那短线上转转空你，你站在一个叫做长线保护短线哈，因为长线趋势都依然还是趋势往上包括这条月经线季线、半年线、年线、中期、长期的这个均线，依然都还是往上，这代表就是说中线的一个格局哈，都还在走多哈。那都还在走多，反而各位哈，你趁这个叫拉回哈。 短线上的一个拉回哈，针对哈像大盘这个很标准哈多头架构的一个一个，你把它当做一档个股来看，大盘一样维持这个叫多头架构。那多头架构很标准的一个操作动作，当然的话哈就是拉回哈早买点哈拉回早买点哈，仅适用于哈这个多头架构的一些个股。哦，那当然话哈为什么会涨？我想这个是。 月均线哈、哦，这个依然维持这个叫高角度哈、哦，四十五度的一个往上的一个上弯哈、哦，一个上扬哈、哦。那上扬的这个均线通常都会有一个哈、哦，往上哈、哦，就做得上推升的这个助长哈、哦，助长的一股力量哈、哦，会把这个盘哈、哦。 跌破之后再往上做一个 push 上去啊，那 push 上去我想、啊，我讲哈，因为毕竟哦，台股的这个联动性最高的这么一档个股，就是二三三零台积电哈、啊，今天也是一样，透过这台积电的一个带动哈、啊，率先形成一个叫止稳哦走弹哦、啊，也带动哈、啊、今天这个台股的一个止稳。那毕竟哈、啊，针对台积电的一个部分呢、啊。 像台积电，我想在今天早盘一度哈也跌了三块钱哈，后续哦也随着这个哈止稳之后开始反攻哈，那反攻等于说今天台积电几乎,乎收在今天的哈一个一个最高点次高点哈，今天是收涨一个二十块钱，收在六一一哈，现最高来到六一二哈，盘中早盘一度是跌了三块钱哈，小创低之后就马上做一个拉升啊，那相对我想以这个波段哈台积电的一个部分一样哈。 创历史新高，来到这个哦一月二十一号，当时这个六百七十九块钱哈，一路修正哈，整整修正了高达这个九十二块钱哈。那九十二块钱，我讲你用哈这个台积电一档个股哈，然涨一块叠一块哈，贡献指数大概九点哈，九点你就哈乘以它哦，拉回九十二块钱，等于说哈以这个波段的一个哈台积电。 贡献啊，这个波段的一个哈指数的一个拉回哈，我都已经来到快八百，快快快九百点之多哈。那大盘拉回一千一百多点，所以说我想这个大盘哈，这趟拉回主要是啊，有这个台积电的一个压回哈，去贡献哈它的一个跌幅哈。那相对。 台西店已经止稳啊，止稳的话，后续盘上去哈，今天是一个很标准。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各位做强调哈，量缩而价稳的时间点哈，就是各位哈，不管大盘不管个股哈，你可以来执行这个叫拉回早买点的一个策略的一个 timing 啊，量有没有缩啊？量丢哈，比上个礼拜有哈一直缩量，量缩价格是涨 量缩价稳的话，这是哦，台积电是如此，大盘一样是如此，那那等于说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个股一样，各位哈，你都可以去留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哈，有没有哈这种个股哈，一样形成哈杀盘之后哈，量缩价稳哈，即将要展开它这一趟哦往上的一个攻击啊，那往上攻击，毕竟我们在上个礼拜也跟各位讲过哈，弹上去哈，不管大盘哈。 弹上去，如果说继续再做个创高，那等于说哈，全面性多头依然没有去做任何改变啊。那如果说各位哈，这个盘弹上去哈，高点前面那个高点一万六千两百三十八点没有办法去做大它越过哈，弹上去高不过高哦，就是 M 头就产生哈。那 M 头产生通常哈，涨那么多哈，它最大的一个几率哈。 它也不会哈，马上哈，怎么样上去就怎么样下来哈，不会形成一个倒 V 型反转哦，都会做个高档震荡哦。那这个高档震荡哈，可能两个头、三个头、四个头都有可能哈，这种几率会最高哈。哦，那当然的话，主力才能够去趁这个叫。 高档震荡哈、哦，把它以前涨很多的这些个股哈、哦，去做这样出货的一个动作哈、哦、啊，所以光光、哦、这一波弹上去，各位要去密切对应哦。这个台积电哈、哦，我想台积电它弹上去的一个压力区哈、哦，落在六百四十九块钱哈、哦，在这个一月二十二号那一天的这个哈、哦，因为那一天量啊报到十二万多张哈、哦，十二万多张，等于说哈、哦，这个压力量压哈、哦、在六百四十九块钱，如果是说这一趟哈、哦。 攻上去哦，碰到压再做个折返都是正常的哦。如果六百四十九块钱哈，这一趟又是轻松的越过哦，小量要过这个大量哦，那相对哈，我想这个台股的一个部分哈，后续持续性创高哈，啊，这个是各位哈，你就很容易哈，又持续看到哈。 指数哈再做一个哈持续性的一改写历史新高哈，观察重点还是都在这个哈，当时哈在一月二十二号台积电那一天大量的一个哈，这个这个它的收盘价哈六百四十九块钱哈，能不能哈在这一趟哈，今天是收在六一一哈，阿哥三阿贝扣哈，能不能去做到这一趟这一趟哈，马上做这趟越过这个压力哈，我想这是我提供给各位哈观察的一个重点啊，那重点我想在这个阶段呢，依然要带给各位哈。 像台积电，我讲哈，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跟各做强调哈？毕竟我们是在做个股，不是在做大盘啊。那相对个股的一个走势啊，叫做极度分歧啊。那既然极度分歧，我想你要去严格去区隔哈，个股到底现在是高位阶、低位阶啊？高的你要去留意卖啊，已经整经过整理啊，它已经处在一个相对低位阶哈，一根怕背哈，已经打底完成了这种个股哈。 反而是各位哈，你可以来做到它拉回哈，找买点哈，去买进了这个相关的一些个股哈。那毕竟像台积电哈这两个股，等于说它在当时哈一月二十二号卖点产生在这个六五五，拉八个十五块哈，也一路这样子一路修正下来哈，到今天是创低哈，创低之后哈今天开始涨二十块钱啊。那毕竟啊，各位也看得很清楚哈。 空方力道哈已经做一个逐日的一个缩减哈，股价创低、创低、创低，一直在创低。问题说哈，它指标已经完成打底哈，一根怕背哈，这个已经慢一点即将做一个弧线哈。你现阶段哈，这种已经开始哈，已经形成打底背离，你都可以做做一个哈。 部分基本持股的一个部件哈，基本持股的部件，等到讯号一到哈，你再做个全力的一个买进哈，针对台积电的一个部分哈。那相对应就是说哈，在像今天哈，大盘连续性修正一千多点之后哈，你可以来锁定买进哪一些个股。我想针对这个问题哈，或者说我们依然哈都全面性哈，在我们这个哈 Telegram 哈，也都第一时间也都分享各位哈，今天一样工具挑出来这些哈。 产生买点讯号哈，或者说我们在当时分享哈，我们在今天早上十点左右哈有分享各位哈，那这些这三档标的，有想哈，甚至像联发科这个部分哈，当时哈。 买一点都还没有产生哈，准备即将要做个产生。那当然的话哈，哦像联发科，我们能够率先做一个买进啊。那我们在今天相关哦，针对哦今天产生讯号的这个哈，包括像快达短多个股哈，高价转多这种个股哈，我们在今天一样在 Telegram 也都直接分享各位哈这三档标的哈。那这三档标的当然的话哈，我们的会员我们是照我们的讯息哦来执行动作哦。 阿拉贝，阿拉贝哈。那如果说各位哈，你是哈自行操作的投资者一样哈，我们还是不断跟各位做重申哈。你自己去做操作的话，无论如何哈，涨上去你获利哈，我们就恭喜各位哈。那如果说哈有不符合预期哈，往下的一个发展，那等于说你还是要。 严格哈设好这个停损五趴哈，来执行这个哈停损的一个动作啊。那我们在今天相关这个分享的这些个股，我想一样呼应我们每一天跟各位强调的这个操作策略边的重点哦，每天都提示各位这三个重点啊，强势多头创高的个股哈。 跟大盘赶快呢，大盘你要在做创高哈，创高的个股你要去留意哈，回撤的这个买点哦，包括电动车，包括 IC 设计哈，一趟赚完哈，再接一趟哈，这些个股在前一个波段都已经陆陆续续产生高档卖讯哈，那我们高档先卖哈，涨多股哈，要高档先卖哈，先卖拉回你再买哦。 哦，这是我们简单的操作策略的这两个重点啊、哦，涨多了个股要先卖啊，卖完之后啊，这种创高个股哦，你要去留意这个回撤的一个买点啊，针对空头架构的这种个股哈，月线跌破月线趋势往下的这种标的哈，反弹务必啊去执行出多换股啊，很简单的动作就是。 太弱跟换强哦，买我们就要买这种叫真正的这种多头个股哦，强者恒强哦，持续性哦，你透过这个买这种强势个股哈，把各位哦，你之前亏损掉了哈，全面性哈，透过这种强势个股哈，不断不断屡创新高哈，把这个获利哈就可以很轻松啊来 cover 各位哈，你以前的一个亏损哈。 反败为胜啊，这是我们的策略面的重点啊。毕竟哈，那我们在今天相关分享这些个,个股哈，包括像联发科，我讲联发科，我们在前一个波段都已经很清楚跟各位分享，当时高档麦讯在九一一哈，高八再一块哈，一路哈拉回，大概拉回四十八块钱，创低来到八百四十六块钱啊。那我来说，我们在今天一样哈，我们在今天早上哈十点零五零六零六分哈，去当中哈。 联发科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点哈，哦，它买点还没有产生，那我们已经率先哈，直接都已经分享各位哈，买点即将做一个产生哈，你都可以直接哈来做个布局的一个动作哈。那联发科后续哈到这个大概下午哈十二点多哈也产生它的买点，这个八九九哈八九九哈啊，今天收盘哈收在这个九百零五块钱哈。哦，联发科今天收盘哈收盘来大涨这个三十块钱哈。那毕竟我想哈，透过这个工具哈。 怎么样做卖？怎么样做买？我想这个你第一时间哈都可以来完完全全哈掌握住这些强势主流个股哈买卖点的这个脉动哈，买得漂亮，卖得更漂亮。我想这样实际上结果哈都能够提供给各位哈获利价差哈，能够去做做到一个叫哦极大化的一个效果哈，极大化的一个效果哈。啊，所以说我想等于讲这个阶段点哈一样哈，如果说各位哈。 针对哈相关，我们分享各位的这些标的一样，请各位哈全面性操作面哈，就是根据讯号哈。那除了像联发科哈，包括像这个二二三一哈，相关汽车零组件的这个哈维生的部分哈，今天买点讯号在这边哈，一百七十九块钱哈，一七九啊，给大家修补哈。现在收盘的大涨超过五趴以上哈，那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哈，像像底部哈，这一、个、波这个坡段创高之后已经回撤到季线哈，回撤到上弯这个季线的一档个股。 哦，回撤买点产生，你做买进哦。今天修盘哈，说白了大涨了五帕多啊，八零六九哈，元泰哈，元泰我想这是一档创高的一档个股哈。现阶段哈，这个涨势哈都还没有做个结束哈。那当然话，你都可以留意哈，这个加码的一个买点哈，买点在四十八点三五哈。今天收盘哈，大概涨了三帕哈，收在五十块半哈。 持续性哦，还会再做一个持续性创高啊。那另外，郭老师，我们在上个礼拜有特别真的一档哈，洪家军的一档 IC 设计一档个股哈，跟这两标的一样哈，这个波段从一百六十一块哈，哦，你好的个股你也要好的一个买点哦，好的一个买点。 哦，那针对这四九六一的的天域，我想这像个股一样哈，今天哦，他买讯产生在一百二十七点五哈，一二七点五哈。那魏老师，我们在今天早上在九点多哈，九点出头哈，已经哦挂着这个一百二十二块半哈，一百二十二块半哈，我们就做掉它直接的一个买进的一个一个一个动作哈。哦，这个波段它一修正已经修正快接近三成哈，从这个一百六十一块钱哈修正回来哈，高档卖讯在这边哈。 一路修正哦，买讯产生哦，高档先卖哦，拉回再买哦，卖回再买哦，买点哦在一二七点五，那我们在今天是一二二点五哦哦，直接做一个买进哦，到收盘哦一百三十块半哦哦，等于说你现买哦，现赚八块钱哦，八块钱的一个获利哦，天域的一个部分哦，持续性哦好的标的依然哦，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买点哦哦，这个四九六一哦，天域洪家军的部分啊。 那近期我想我们带给各位相关操作的这些个,个股一样哈，我们呼应我们带给各位的操作策略面的重点哈，涨多个股你要留意哈，高档先卖啊，拉回哈你再买啊。那包括哈，像我们在上个礼拜哈，在一月二十二号哈，我们当当时买一点一产生，我们都第一时间分享哦，三五五二同志哈，我们在当时九点二十九分分享各位哈。 那我们的会员是我们在九点十七分就已经率先哈，当时买讯一产生哈，我们直接哈带进我们的会员哈，当时买点在这个二六四点五哈，一路攻一路攻哈，那我们在当时哈，在这个一月二十七号哈九点十分哈，他那一天一样实现改写历史新高哈。 就是说连续两天说涨停，那我们没有卖在涨停板，我们是，我在这个九点五九点十分哈那时候哈，我往那个那个时间点哈，成交哦创高来到三百三十九块钱哦，三八三高开哈，那当然话哈，我们在当时哈一样哦执行这个叫市下的获利落袋哈，先把这一趟这个价差哈七十四块半哈获利哦先放口袋哦，多久时间啊？ 短短四个交易日哈，一样执行这个叫快打单哈、哦，快打单的一个策略哈、哦，短短单哈，按、啊、得起来哈、哦，这一趟价差哈，买的你就涨，卖的你就跌哈、哦。同时我想到现阶段哈、哦，买讯还没有产生哈，高档先卖哈，你要会买也要会卖哈。一修正拉回五十块，五十块哈、哦。你如果说你只会买不会卖哈、哦，获利也不过七十四块半哦，你已经吐掉五十块钱哈。 买的漂亮一样，要卖的更漂亮。那当然的話，话工具我都可以很轻松哈，来协助各位办到哈。同志是如此哈。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有相关分享的一些个股一样哈，这个都涨多的哈，像三零七八工准哈，麦讯哈产生在七十块四哈，电内板块我跌了七趴多哈，今天要继续又跌了四趴多哈。冷钢啊，个差着规趴啊，会买也要会卖。金利科啊，麦讯在二六一啊，一叉叉了六十块钱。 雅信啊，卖讯一到，一拉回，拉回六趴，哈，全面性，哈，涨多个股一样，请各位，哈，会买也要会卖，哈，那毕竟就是说，针对这些买卖点的一些策略，我想我们在近期也不断跟各位做强调，哈，好像在我们在一月二十二号相关分享做的像这个同志的一个部分，哈，一样，我们不断跟各位做强调，哈，你只要根据讯号来执行，各位你该做的一个动作，哈。 一趟一趟的一个价差哈，你都可以哈，轻轻松松哈，放到各位哈你这个口袋里面去哈。那同时是如此哈，一样相关电动车的茂脸一样，茂联需要沉做买哦。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有分享各位卖，卖讯已经到了哈。今天卖讯一到哈，今天茂脸今天又跌了十六块钱哈，今天刚根都下到十六块哈。 卖点哦，会买一样要会卖，我想这个工具讯号都以很轻松来协助各位哦。那近期我们相关操作的这些 IC 设计、这这些主型个股哈，我想到现阶段为止哈，包括在前一趟我们的获利价差是动辄一百多块、两百多块的一个价差哈，相对应哈这个波段哈哦一样拉高之后，持续性全面改写历史新高哦，这四档个股全部都是改写历史新高哦。那重点哈创高之后。 你一样要留意哈，高档麦讯哈，包括好像四星 KY，赶快哈，我们在前坡哈八百一十二哈又买过买买一趟哈九百一十五块钱哦，这一趟先赚一百零三块钱哦，最近最新这一趟的一个获利哈，麦讯产生在九一一哈一拉回一百二十七哦，如果说各位哈你只会买不会卖哈，好我们最后那一趟赚了一百零三块钱，是不是全部把你的获利吐光光哦？ 拉回一百二十七块啊，联发科啊，卖掉之后拉回，今天买点产生好，我们再做个重新买回就 OK 啊，联发科啊，爱普啊，卖掉之后块，目前拉回八十二块啊，买点有没有出来啊？我想这个你就耐心等待啊，它买点产生哈，我们这带各位哈执行我这个下一趟那个买进就 OK 啊，利息赶快哈，卖点在这边啊，创历史新高之后这个。 拉回到目前拉回八十五块钱哈，买点去呢哦，都还早得很哦，一样请各位哈耐性等待哈，下一趟回测买点产生哈，我们再直接哈带进各位就 OK 哈，重点还是要请各位一样哈会买一样要会卖哈，那近期我们带给各位的相关测测面重点，我讲都是来来回回哈，像这个利基哈，前面第二趟哈十月三十一要买点产生做买。 卖讯一月六号啊，一月十一号哈，卖讯产生哈，我们做卖哈，这一趟啊，这个价差哈，一百八三块钱啊，前前面那一趟啊，那最新的这一趟买点产生八一二啊，我们创高哈，我们到九百一十五块钱去执行获利啊，一百零三获利啊，卖掉之后啊。 一拉回哈，今天要做做个创低哈，一差又差了 2, 一百五十二二十七块钱了，八点七块哈，全面性哈，就是透过这根工具哈，来来回回的一个操作哈。那魏老师，我们在今天一样实现哈，针对哈我们提供给各位这个高价股专卖店的一个活动哈，你只要两个月的一个费用哈，魏老师，我们就给给各位哈五个月哈，多三个月哈，多一季的一个服务哈。那我们的操作哈，包括像短波段哦。 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哈，全面性是根据讯号哈。那另外我们会搭配这个快打单哈，然后这快打单的速度会更快哈，大概三天到五天的一个循环。我讲包括像近期哈，四星 KY 哈，铜字哈，细钢哈，赚了二十八点二趴哈。四星 KY 前面那一趟一百八十三块钱，这一趟一百零三块钱哈，一样会买要会卖，不会卖哈，一拉回又拉回一百二十七哈。 全面性哈，我们就搭配这个快打单啊。那这个相关这个哈高价股哦，专卖店的活动续集哈，两个月的费用哈，给各位五个月的服务哈。我想各位你都可以直接来电哦，来做个时间下去啊。好，祝各位每天超顺利，我们连线。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